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出席本校第四度的线上周会。由于疫情的缘故，大家都还是得继续宅在家，无法到学校上课。老师在这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仔细聆听，不要在留言处留言，把笔记簿拿出，并把今天的重点一一记录。尤其是胡老师的爱护地球分享与副校长的温馨叮咛。好的，话不多说，在周会开始前，我们先以感恩、尊重、爱作为开场，向全体在线奋战的医务人员致敬。Thank you.
谢谢。钟会开始，请大家立正，唱国歌《禹州歌》。请和老师一同宣读国家原则。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keluhuran perlembagaan,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遵从法治，培养德行。Kami pengguna jalan raya berwawasan. Kami berikrar akan patuh kepada undang-undang. Akan mengutamakan keselamatan. Akan mempertingkatkan kemahiran. Akan menjaga tata tertib di jalan raya. Akan menjadi pengguna jalan raya yang berhemat. 本周的周会主题是爱护地球。各位同学们好，本周的周会主题是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那世界地球日呢，已经在今年的4月22日已经过了。但是呢，在这里老师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我们的世界地球日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因为今年是世界地球日的第十周年。50周年，而且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更应该去好好重视这个世界地球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在这个世界地球日期间，我们该做一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地球日。什么是地球日呢？地球日就是 Earth Day。 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学到很多关于如何保护地球的方法。不要忘记和你的好朋友还有爸爸妈妈分享。我们开始吧。这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地球日？在地球日，
我们学习如何保护环境和保护地球。那地球日在什么时候呢？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你知道吗？现在每年有超过193个国家庆祝地球日，宣传保护我们的地球。193个国家是很多很多的国家，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爱护地球。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保护地球呢？想一想，我来告诉你。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回收垃圾，把垃圾回收利用，变成有用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人类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垃圾和二氧化碳，我们的地球妈妈就生病了。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呢？我们来看一下。哇哦，这么多垃圾都可以回收利用。有玻璃瓶子、塑料瓶子、易拉罐，还有废纸，这些都可以回收利用，你记住了吗？塑料瓶子通过回收加工变成了新的塑料瓶子。有的还被做成了新的玩具，小朋友可以玩，真棒。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减少用纸。我们每天写字要用很多很多的纸，正面用完，反面也要用，减少纸张的使用。还有，就是减少用水。每天刷牙的时候，把水龙头关上，节约用水。另外一个减少用水的办法就是缩短每天洗澡的时间，也可以节约用水。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记得要带上自己的环保袋，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环保袋就是 reusable bags， reusable bags。你知道吗？每个人每年会买很多的东西，衣服、鞋子、玩具、书、家具等等。只要用掉这些东西，会用掉很多地球的资源。如果你的东西不需要了，把它们卖给别人，或者送给需要的人。这样就可以重复利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每天都可以是地球日。地球日快乐 ，Happy Earth Day！ 谢谢观看，再见。See you next time.好，透过刚刚那一小段的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地球上生活的这一段期间，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在此呢，老师想要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老师更加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爱护我们的地球，毕竟我们要好好的去成为这个地球的主人。在此希望同学们能够谨记这一番老师的话语，谢谢同学们。接着我们有请杨淑芬副校长报告。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呢？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每一次开周会的时候，杨副校长都会要求同学们要端身正坐，细心聆听。虽然现在同学们都居家学习，不允许到来学校，但是这里还是要求同学们先端身正坐，细心聆听杨副校长的报告。首先在这里要先温馨的提醒大家四件事情。第一件是关于同学们的带书课本。那么一到六年级的同学你们手上拿着的课本必须等到2021年开学的时候才归还。那么六年级的同学当你们被安排回来学校拿那毕业证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归还所有的带书课本。那么如果这些书本有破损的，请同学们做修补必须完整的把所有的书本都归还回来给学校。那么这些书呢将会给明年六年级的同学使用。第二件事情是关系到那些担任特别职务的学生你们的领带一到五年级的同学也是一样，到2021年开学才归还。那么六年级的同学呢就不需要把你们的领带还回来。第三件事情，那些已经付给食堂预定餐费的同学一到五年级的同学，那么这个餐费呢，如果你之前已经付了钱，那么你可以保留到2021年的时候继续享用食堂的食物。那么六年级的同学明年已经升上中学了，那么学校这边会帮忙食堂安排当你们回来学校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就会退还那些已经付了的食物订餐费。第四项是关系到棒棒卡换礼物。那么一到五年级的同学请注意你们手上所有的棒棒卡都可以保留到2021年才到辅导室去换礼物。那么六年级的同学同样的也是一样，会安排在你们回来学校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那么就会根据你们手上报告给老师听的那些棒棒卡的数量，然后在辅导老师的安排下让你们换取你们所可以获得的礼物。在这里杨副校长很希望能够和同学们一起总结一下今年的同学们的学习进度。我们先看课业，在课业上你是不是有良好的表现呢？如果有的话请给自己奖励。那么在品行方面你有没有做出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呢？如果有的话也请给自己加分。如果你能够在今年里边改掉了很多坏的习惯，更加的要给自己奖励，请给自己掌声，鼓励自己继续有更好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假期即将要到来，那么其实同学们是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例如你可以多进行一些阅读一些课外的读物，不管它是实体的书或者是网上的电子书只要这些书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老师都鼓励你去阅读，
也不管这些书本是什么语文，国语也好，英语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语言都好，只要你有兴趣呢，你都可以去多做阅读，多一点的接触书本。好，同学们可以把书本当成是你最好的朋友。另外，你也可以在假期里进行一些运动，虽然现阶段是不鼓励大家外出，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家里呢也进行一些活动的。同学们可以做一些体操之类的运动，或者是你可以在家里自创一些游戏，家人一起玩。老师鼓励你们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游戏，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游戏的规则改一改，又或者是你换另一种形式来进行那些游戏。那么在这个假期里呢，同学们都可以做许多同学们喜欢的一些活动哦，鼓励大家去把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创意的东西不管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设计呢，或者是你想尝试去把它做出来呢，都鼓励同学们的去尝试。总而言之，同学们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次的假期，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去进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那么在这里大道理老师就不跟你们说了，但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大家，努力的去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假期。同学们要祝福自己哦，也要祝福你身边的人，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更加的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那么杨副校长的报告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同学们的聆听。请全体肃立唱校歌。结束前，请和老师一同念感恩词，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老师的辛勤教导，感恩同学们的帮助和关心，感恩农夫的辛勤劳作和所有付出的人。周会结束，谢谢大家。